迎收听今晚的粤语歌曲排行榜，我是依文。但今天的安排有少少不同的，因为今天的安排我们是想做成一个游戏节目。因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提前看好了所有了、看了，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一个游戏节目是挺好看的就叫私家大战、但是我跟我爸妈一起玩的，简直是你跟他一起玩，是啊，我看谁打得多、但是私家大战是要找两家人嘛、我又未想那么快见家长住自己玩着先，又即是我们人又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今天转一转就玩私人大战、自己玩找一个人，找一个人来玩，咁点玩呢？我哋会有一系列咧就题目嘅，咁、个题目出咗嚟之后咧，咁会有几个答案啦，系啊，我哋会掟晒答案出嚟，俾佢拣啊，系啦，咁然之后佢自己去觉得即系边个答案系中得最多嘅、即系譬如话 A、B、C、D 四个答案，系 A 中几成，系 B 中几多成，即系中即系佢自己就哦中我中几多成啦咁，同埋要讲点解要拣呢个答案，讲点解吓排个排个序系 A、B、C、D 呢个中六成啊 ，C 中六成，B 中三成，A 中两成咁啊啱个牌嚟吓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先要请我哋今日嘅参赛者啦，参赛者咧就系、李思哲先生嘅，大家好，小弟系李思哲，参赛者一号，都系得呢一号，都系得一位，由头到尾都系得呢号嘅啫。咁啊，李思哲就做私家大战就玩人哋啦、我哋而家做私人大战玩佢啦，系啦，玩翻佢啦，终于可以帮大家任俾你玩，出翻啖气，系啦，手下留情，诶，唔使惊嘅，难到你嘅，难到你嘅，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先第一个问题啦，我真系玩嘅，真系玩噶，哦。你唔好以为讲事噶嘛，真系玩噶。好啦，我哋先睇我哋今日嘅第一个问题。系李思哲最厉害嘅系 A 主持，B 演戏，系 C 唱歌，D 导演，Johnson says Johnson says 有冇 E 噶？有，你可以揀 E 嘅。E 就是英文 all of the above 啊，即所有都是唔係你可以揀中幾成噶嘛？邊個多？即係個比例上。個比例啊，個比例而家如果私家大戰既然喺電視上大家咁支持我，咁就講主持啦，好嘛？即係主持係最多。係啊。點解咧？點解咧？就係因為個。就是近排呢一个节目就即係受欢迎，咁又交到功课俾公司，又有收视，咁多人支持，咁就近排嚟讲应该都係大家 focus 喺我做主持多啲啦，係啦係啦。但即係你即係咁多样嘢都做过嘅，最早係佢最早係新耳歌嚟㗎嘛。最早我第一份工就係周星驰先生嘅喜剧之王裡面。一行出嚟。新年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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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好惊啊，因为我未入过这一行啊，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啊，所以我就成日在度观察，又成日怕自己做错嘢，咁就好紧张啦，啊点知呢一cut机呢，啊周生两个人嚟嘅，好有礼貌啊，好细细声行埋嚟，哎呀点啊点啊点啊，哦你想咁啊咁啊，好啊，使唔使试多个啊，你想唔想啊，咁即係佢係咁样囉，即係你会好 appreciate 佢嘅专业嘅认真，亦都好 appreciate 佢个人咁 nice 嘅，即系嗰个好难忘啊！唱歌嘅部分咧，你讲我啊？系啊 ，Johnson 写一首啊，唱歌部分梗系要都要推一推啦。我就讲近排啊主持啫，咁嚟紧我都会唱歌嘅，尤其是咧喺广州呢一度咧，我都想即系而家啦吓，准筹备紧啦。计划紧啦，搞一个音乐会啦，笑唱会啊咁啦，咁啊希望咧，大家除咗欣赏我做主持咧，都希望听，中意听我唱歌，中意我，我知道虽然我冇乜自己风格噶啦，但系就系我谂我个风格就系我冇风格啦，系啦，我唱边个就似嗰个啦吓，咁如果你哋中意睇我呢一样嘢嘅。我会用尽我200% 去做到我最好啦，喺呢个音乐会嗰度咧。3000%，系啊，我爱你3000%啊，3000%。导演部分，我自己最中意嘅，因为我细细个已经中意用镜头讲故仔啊，我觉得用镜头讲故仔一个好有创意嘅一个东西，讲故仔已经好难嘅，用把口，即系平时用把口讲好难，你用个镜头讲仲难，因为镜头咧。用一个画面去
逼啲观众明白嗰个古仔系讲咩，系逼啲观众去睇嗰个古仔系讲咩。咁所以其实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亦都我自己好喜欢嘅嘢，喜欢咗好多年咁样样。所以我就读电影，系啦。好啦，咁即系第一个问题啊，即系李思捷最厉害系咩咧 ？Johnson says 就系咧，四个都系嘅，系啊，廿五咁。你讲真嘅。系啊，个问条真系廿五啊！系啊，你问咗几多个人先？有冇问咗100？净系问你啫嘛，你系最准确嘅答案。呢个叫私人大战，净系问你啫嘛。唔系，你问咗100个人，有四个最多人答嘅答案添。一个人，佢自己觉得边个最多嘅答案。OK， 问点私人啫？好私人嘅啫嘛呢件事。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就开始就第二个问题啦。好，我哋睇下今日第二个问题系。李思捷在《私家大戰》之前就不見了兩年的，是的，是為什麼呢？四個答案 A 有新嘢搞，B 揾夠頭C 冇公開D 其他，是的。 Johnson says 我 says 呢就應該是其他了，其他為什麼呢？其他呢其實基本上是是包括 A 同 C 的，就是有新搞作，反正揾够头就系零，就唔会有噶啦。个进度唔会，我唔会揾够嘅，我好捞得噶，即系有新搞作同埋冇公开，呢两个嘅混合，所以就系 D 嘅其他，因为嗰阵时就啱啱嗰呢个疫情咧，就真系我做我哋呢行咧，真系好多嘢都。block 住挡住晒我哋啲工作。咁唯有做咩呢？唯有自己搵啲諗啲嘢做啦。譬如话寫劇本啦，我寫咗个劇集喺呢两年，12集嘅。我隨時賣出嚟同你讲。好正，叫做我的志愿是超人。有晒计划书，有晒整个 script， 整个有晒剧本，听个名字都好吸引。系啊，不过最衰咧，男主角咧，我写到佢19岁，我自己做唔到，咁我要 cast 个好后生嘅一个新人。你只能够做男主角嘅老豆嘅，真系有个老豆嘅。个编剧特登同我讲话：，喂，你做个老豆好睇，我话唔做。咁就所以喺呢个冇公开嘅时间里面，自己做咗好多工作啦。咁我又写咗两只歌啦。我又整咗一只串烧歌，叫做我爱你3000啦。咁我做咗好多嘢，其实咁就其实系即系点讲啊？自我增值啊！即系既然你而家啱啱过咗两年嗰个我哋呢一行咧唔系咁顺咧，你唔可以停喺度咯。停喺度就成只猪咁啊！唔得噶，系啊咁。所以呢个问题咧就系个进度条 ，Johnson says 系啦，系啦 D， 其实就系揾够头系零，另外嗰两个系，另外嗰两个一半半嘅50，跟住加埋100。我好捞得嘅，我唔会揾够嘅，我唔会唞噶，唔会唞噶。你既然做完嘢，我唔会做完噶，我啲嘢做唔完嘅。你中意讲到今晚，咪同你陪你讲到今晚。好，我哋睇今日。第三個問題，呢個問題其實就同《私家大戰》有關嘅，因為《私家大戰》入邊有個好受歡迎嘅問題，俾人剪咗出嚟咧，播過無數咁多次嘅，就李思捷最蝦人憎，哦係啊，嗰個係最 hit 嘅，即係跟住一路喺度講，跟住睇變曬樣，編審啊，咁我哋今日咧就呢個問題做一個轉嘅，因為《私人大戰》啊嘛，係啦，唔可以下下都揼到咁狠嘅，即係佢因為揼李思捷呢件事由李思捷自己揼咗啦，就冇人救佢揼噶啦，咁我哋講另外一樣咧就係。今日嘅問題第三個是李思捷受歡迎的原因。OK， 係啊，即係要有對比噶嘛。肯定有啦。係啊，如果唔係，邊有咁多嘢做嘅？好，李思捷受歡迎的原因 ：A. 靚仔。B. 有才華。C. 扮嘢叻。D. 能歌善演。E. 可能仲有其他。Johnson says。Johnson says E 其他，个答案就是带到欢乐俾观众，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而家，暂时就电视圈啦吓，电视圈就即系好需要啲开心嘅
節目咧，正能量係俾正能量觀眾咁。咁當然有啲節目咧係令到我哋好感動嘅，我睇到我都有喊嘅，佢有啲。但係我覺得令人歡樂嘅節目都好需要咯嚇。咁呢、這個我呢個私家大戰我係我最自己最。proud 最骄傲就系俾带到欢乐俾人哋，咁、我去街市买餸，个个望住我都笑咁样样。我记得我一次做核酸，做核酸做咩你？冇啊，我做核酸啊嘛，咁我做核酸我先可以，我可以去内地工作啊嘛。嗯。哦，咁你唔好去咁耐啦，香港人好需要你噶，你快翻嚟啊！咁样样咯，咁我觉得系俾到欢乐系而家一个好紧要嘅呢个 moment 啊，但系即太多人觉得你嗰个踩，即系李思捷最黑人憎系咩嘅嗰个问题受欢迎咧，其实就系因为即系我唔知叫唔叫有共鸣啦，或者系好多人对系咪串啊 number one 啊，好似系串啊串啊，系啊，即系好多人觉得佢觉得自己。好靚仔啊！覺得自己扮有才華，有才華，佢有呢啲咁嘅答案噶嘛？即你呢個當你覺唔覺得係對你嘅誤解？定係其實我都好有自信㗎？係啊，唔係㗎，唔係㗎，我覺得因為我兩年咧冇喺電視同大家見面咧，我覺得我出嚟我唔會做一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私家大战》，我李思捷。即系你唔好出嚟夹硬去为自己而唔做自己，喺度补镬啊！你明唔明啊？我觉得咁系最错嘅。你系李思捷咪李思捷咯，系咪？人哋觉得你系咁，咪觉得你系咁咯。即系有啲网民系咁写你，咪由佢咯。因为佢都唔熟我系边个，系咪先？我只不过系一个我系所谓叫角色。我曾經有訪問講，做主持都有好多，有啲就背嘢好叻嘅，好正經，好好聽，好好睇嘅。我話：咦，呢樣嘢我唔叻嘅喎，我揸住個麥正正經經啊，挺起胸膛咁樣講一 lock 嘅對白，我好渣喎呢樣嘢，我有少少講嘢好窒窒咁樣。咁我话咦，主持系冇坏蛋喎，点解我唔做一个坏蛋嘅主持人呢？都得噶。咁曾经有两个我系好崇拜嘅，一个就系詹叔，因为詹叔系不文，但系不文得嚟有才有呢一个有呢个文咩啊？佢系最有文化嘅先至能够好好有文化嘅一个人好一个才子嚟嘅，但系佢又不文咁嗰样加埋咪黄沾咯。咁呢个得系黄沾可以做到嘅啫。咁呢个咪佢嘅形象咯，佢个角色啦。咁我何必啊？何守信咧就犀利啦。何必最中意一掉个波俾你打得靓靓仔仔嘅？佢抛波俾个对手抛得好靓嘅。佢永远面懵懵做下巴嘅。佢永遠都係傻下傻下咁俾阿肥姐鬧嗰啲嚟，因為佢拋個波拋得好，咁個對手又打得好，咁成件事咪 home run 咯。咁呢個又係好有特色嘅。咁我就係諗，咦，我做個壞蛋就得啦，咩都係我唔好。我又串，又鬧人，又成日遲到咁樣，咪俾佢哋感覺嚇。咁其實係一個角色嚟嘅。背後我當然好尊重我啲團隊啊，好尊重我啲 crew， 大家開工好開心一定要对所有人有尊重，同埋我对现场观众系好爱佢哋啦，佢哋先有咁多嘅掌声同埋笑声，即系大家呢样嘢系 give and take 嘅，我唔俾你，你唔会俾翻我嘅，所以系嗰种爱系好紧要，但系唔紧要，我一 roll 机，我系嗰个角色就系嗰个角色，所以唔紧要嘅，我最紧要俾到欢乐你哋，你点谂我嘅唔重要，因为你根本就唔识我系边个。你唔了解我系边个，咁唔紧要，你了解电视机我咪得咯，够噶。OK， 即系你唔识我，系啊，但系我唔识你，但我觉得你好黑我真。系啊，呢个都系一款成。即系佢哋解释唔到点解唔中，点解觉得我黑人憎，咁佢解释唔到，咁咪唔中意咪算咯。咁不过我都听到好多呢啲嘅，哼，边个好憎佢，唔中意睇做戏，你无啦啦憎人哋做咩啫？你唔中意睇佢做嘢咪算咯。喂，呢个对话喺我屋企出现过，唉，我都成日听啦。呢个对话喺我屋企出现，唔系关于佢嘅，系另外一个天后级歌手啦，好得意嘅。一佢一睇个电视度出嚟咧，
我阿爸就话：，唉，真系好憎佢，最憎佢系。跟住我阿妈就喺隔篱。你真系无啦啦憎人做咩啫？系啊，我系咁嘅，而家系咁嘅，好好睇呢啲场景。哇，所以呢个问题就系、是，李思捷觉得自己最受欢迎嘅原因咧，系、因为带到欢乐俾大家，系啦、甚至乎都唔介意话你憎我。如果你憎我，憎得你开心，你憎啦。系、但系对最正就系佢憎我都睇我嘅啫，一路憎一路睇。哎，我好憎佢，最憎见到佢就系，喂，转翻过嚟。睇埋有仲要睇埋咧，仲要喺網上做節目講埋啊嘛，仲要鬧埋，好嘢，多謝佢啦，好努力嘅你都嚇。咁啊好，下一個問題啦，係啦，又到一個問題就係、好李思捷嚟到廣州嘅原因，好啊，四個答案啊，A 因為廣州冇乜疫情，冇疫情係啦，B 揾真銀係啦，C。要开数，D 其他，仲有其他。Johnson says D 其他，咁就系、B 嘅稳真银啦，加 C 嘅开数啦，同埋见啲自己好耐冇见嘅人，咁样样，加埋。加埋呢三樣都幾混嘅啦，分得你當33.33333% 一半半全部都係啲進度條件都係咁。講開 show 先啦，開要開咩 show 咧？唉，好好啊，咁我合作過嘅一個好好嘅 agent 啦，咁就話喂，你嚟到你又扮得。又唱得兩嘴咁樣，又可以搞下氣氛咁啊！不如喂，度下同你搞一個笑唱會，又唱又開心嘅一個音樂會又好，你可以叫演唱會又好，點都好，我話梗係好啦，有得做啊，最好啦，咁就咪開 show 啦，我開啊，咁咯，咁就期待啦，希望可以安排到啦，安排到就到時希望你哋兩個得閒啫。我誠意邀請你哋兩個嚟。進度去到邊度咧？進度去到已經喺度問緊啲批嘅東西啦，已經差唔多噶啦噃。係啊，係啊 ，OK 噶啦。因為批嘅嘢通常都係唔批嗰啲就唔批噶。有得問就係差唔多噶啦。係啊，可以嘅咁。揾真銀即係除咗開 show 以外，有即都有好多其他嘢係做咗啦。例如會做一啲咩咧？即除了要做呢個小唱會之外，哦，咁揾真銀佢都有啲活動啊，私人活動啊，或者有啲乜直播嘅所謂嘅 show 啊，嗰啲都係揾真銀嘅。見到好多觀眾，係啊，有觀眾又有直播咁樣嘅，嗰啲唔知係咪叫商演啊？系啦，商演啊，係嗰啲係真係揾真銀噶，好開心噶。但做咗咁多啲之後，個感覺有冇發現，可能同你概念入邊嘅內地嘅觀眾或者內地嘅受眾有冇咩唔同咧？即係你做咗咁多場，你見到咁多之後，會唔會同我未上嚟或者未開始做，即係未喺呢幾年開始做之前，同你嘅概念度有唔同喎，有嘢唔同咗喎嗰啲？你講我即係概念嚟到而家真係呢度啦，係啊，有冇覺得同我以前諗嘅唔同？係啊，係啊，係。我又冇喎，因為我睇好多內地嘅綜藝節目啊，同埋我好多同事都翻咗嚟做即係呢啲咁嘅商演，同埋我自己本身我呢十年八年都經常翻嚟做做 show 嘅，咁所以我自己就好其實好熟噶啦，好熟好熟即係登台嗰個程序啊，所有嘢，同埋我都好熟綜藝節目嗰種製作啊，所有因為我都之前我都雖然我去得唔係話好多，但我都去過好幾個，咁佢哋嘅製作都越嚟越好，同埋而家我有啲同事同我講話，有啲節目嘅分分鐘有五六十部 camera 望緊嘅，360度圍住你拍，我哋嘅直播室都十幾個啊，每次做緊電台節目，同時開 live 咧，就經常有啲指示。就 send 入嚟嘅，你戴住個 test， 即係戴住個 headphone， 喂，望一望鏡頭啊！我個反應就係望邊個啊？好多個，唔知係邊，望一望鏡頭望邊個？即係而家係個唔同嘅地方，而家你好似做乜嘢都係天和地網一紮 cam 對住你，明白？
咁除咗呢兩樣，仲有一樣咧，就係、是見啲好耐冇見嘅朋友。嗯，咁係咩人呢？好錫嘅人啦、啊。嗯嗯，好，咁呢個係呢個係呢個問題啦。嗯嗯，進度條齊曬係三十三。OK， 好好，第五個問題。嗯，我愛你三千嘅主唱係A 張學友 ，B 郭富城 ，C 劉德華 ，D 黎明。Johnson says， Johnson says A B C D 係每個二十五分，四個都係主唱，不過唱得最少嗰個係郭富城，唱咗兩隻啫。其實呢首歌我收到嗰時好奇怪嘅，我要問翻佢先，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係 send 錯嘢俾我。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即那些歌明明是說李思哲啊，這樣在粵語歌的排行榜對嗎？我說好啊，按開什麼啊？這麼多人的張學友那首歌，跟著駕車嘛，五分零鐘就對啦，最適合駕車的啦，轉個彎，郭富城，然後再轉個彎，再掟個彎回來，如果劉華咧，跟住入到停車場，拍低架車，係咪我嘅機 short 咗啊？點解又變咗？變咗係禮，變咗係禮嘅，變咗 I love you， 點解會咁嘅？跟住我聽曬啦，喂，成停車聽曬。嗯。喂，唔係李思捷喎，你係咪 send 錯嘢俾我？唔係喎，李思捷嗰邊 send 過嚟話呢只係李思捷嘅喎，咁所以咧就。會有今日呢個問題啦、，Johnson says 係廿五，點解會有呢個 Melody 做出嚟嘅？我成日好想將所有嗰啲示愛嗰啲最多人聽嗰啲歌咧，實有噶嘛？譬如話佢同佢結婚咧，一定唱嗰只嘅，呢個同佢結婚一定唱嗰只噶啦，嗰一定包，一定係噶啦，咁我就攞曬嗰一扎，變成一隻示愛或者我愛你的啊。有啲結婚周年啊，結婚嗰陣時候，佢會同佢講唱佢唱嘅歌啊，咁覺得幾好啊，幾有噱頭啊。呢個係幫 wedding planner 嘅一隻歌，因為 wedding planner 要可能揀好多歌噶嘛。錯啊，可能係 wedding planner 幫我都唔定嘅。搞掂啲正啦，唔好搞咁多。呢個話就係唔係先一出咗個 melody 先，跟住然之後再將 melody 入邊嗰啲逐隻拆出嚟。唔使啦 ，wedding planner 揾我去唱咪得啦。又係，係喎，仲好啦，係嘛？咁但係都係冇李思捷嘅。結婚要使錢嘅，結婚都唔使錢就個男仔真係好極都有個譜噶啦。嗱，聽到啦，咁多位新郎哥啊，結婚都唔使錢，或者結婚都唔使咁，又就真係好極都有個譜噶啦。即係Johnson says 呢個係即係四個都有，揀呢一扎歌原因頭先聽過啦，係第一點解定呢四個人咧？其實你唔止呢四個。我覺得呢隻歌又唔可以突然間加個鄭少秋落去，咁就變咗好搞笑啦。你又唔可以突然間整個蔡楓華落去，因為我扮鄭少秋同蔡楓華咧係偏笑搞笑多啲嘅。四大天王偏認真多啲嘅咁樣樣。咁我曾經諗過加唔加埋張國榮同譚校長啊？諗下唔好咁多啦 ，focus 喺四個都得啦。因為有陣時你即刻轉第二個咧，未必 get 到我原來係扮緊啊張國榮，突然間轉咗，未必 get 到我係扮緊譚校長啊，咁所以呢四個 focus 住就得噶。同埋我好清晰噶。個出場之前咧，一定係自己歌先嘅。張學友一出有把聲之前咧，就從此以後噶啦。一出郭富城嗰隻歌咧，就係 I Boo 玩嘅。一出劉德華第一隻咧，話俾你聽係 I need you one man， 話定俾你聽嗰個劉德華。咁啊，黎明咧一開聲就 I love you， 你會否聽見嘛？咁你就 invest 咗落去個概念出嚟先，因為嗰啲歌有曬人物啊，個歌同個人對得翻啊嘛，設計咗噶啦成件事，所以你會易去知道哦，你扮緊個歌。雖然我覺得唔係話好似，但係嗰個。那個結構我自己都覺得今次做得不錯咁樣樣。呢只嘅未來好啱喺婚禮使用嘅Melody 嚇，你揾我 agent 啦，你哋請留意電話。
地上，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拼出两双足印，跟我一起飞去。精彩，是超越表面的恩爱，没有别人如此相爱。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得有如悬崖的分量。也许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会留下。剩低清风饮酒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给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如想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才当初应更努力为未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爱你与妄念，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局限，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随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与我去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像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半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抗敌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还怎么舍得放下你。 I love you， 你会否记起吗，是我的宝贝亲我，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嫁给你了，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已属我，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像你我一对已经足好，既然是语榜，我们都要有一些关于音乐上高的问题。嗯，这个问题就真的要问李思哲自己才知道，一个好，这些真的是私人问题。因为要李思哲揀一只跟他自己有故事的广东歌，唱刘德华的一个人睡，就令到我眼湿湿。
但嗰隻歌又唔係我最 favorite 嘅，我最 favorite 係一起走過的日子，即係如果講劉德華。但嗰隻歌就眼濕濕啦，無啦啦就變翻一個人睡啦，即係可能分手咁樣樣啦。咁就諗翻起曾經唔係一個人睡嗰陣時嗰段日子啦。咁就突然間我又中意唱阿劉生嗰啲歌嘅，咁啊又唔係咁開心，咪飲咗少少酒，咁啊唱咗嗰隻歌，就唔知點解最尾嗰句又咩啦？咩抛开过去咁样样嘅，类似系咁就一抛，连啲眼泪都抛出嚟啦咁咯。呢个都几难忘嘅，我记得。即系你唔系第一个嚟嘅，我哋好多唔同嘅人系问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咧，都会无啦啦抛咗个系嘛眼水出嚟。系啊系，系讲起自己个故事。难忘通常都系啲分手啊嗰啲噶啦，因为。广东歌都好多分手歌，比较难忘多啲氹女歌啦，唔该，唔好搞到咁辛苦。氹嘅时候唱嚟唱去都几正，但系最冧嗰啲俾我立晒啦，我爱你三千，咩咩的噶啦呢个，拎翻出嚟使啦。好，我哋今日多谢我哋嘅参赛者李思哲，多谢，多谢阿子玲，多谢阿文文，多谢参与呢个私人大战咧，佢系。一蚊奖金都攞唔到嘅，因为佢自己问翻，自己答翻自己嘢嘅啫。我赢咗上嚟做呢、這、一个玩呢个游戏，我已经赢咗噶啦。你哋嘅邀请啊嘛，我哋希望佢仲有机会再玩啦。系啦，我哋都即系希望可以即系快啲有机会去睇佢 show 啦，睇到佢嗰个 show 啦，一切顺利啊！好，多谢多谢，唔该晒 Johnson， 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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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